近日，有狗仔爆料，易烊千玺身高只有1.75米左右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据悉，易烊千玺当天正在拍广告，他穿着黑色西服，脚踩一双黑皮鞋，帅气十足。狗仔称，易烊千玺真实身高曝光，反正身边的人都比他高出一头，差不多有1.75米左右。最后，狗仔还说道：“当然了，小哥长得这么帅，身高不是啥大问题啦。”这句话听起来怎么茶言茶语呢？如果真有1.75米，在普通人中算是很突出了。很显然，对方是在嘲讽易烊千玺并没有这么高。此前有粉丝说过，易烊千玺在高考试体检是1.78米，但真实性有待核实。但有人却指出，易烊千玺的实际身高是1.69米左右，而且还是他的粉丝说的。自从易烊千玺成年后，每次他与其他男明星同框，都比对方矮一大截，给人的感觉并没有1.78米。这样一来，四字弟弟应该有1.75米。正所谓人红是非多，自然会有人会去黑他。最后，还是希望大家还是关注四字弟弟的作品吧。